今天在我就是我的电影首映会的现场见到大家，很激动啊，是不是？十年前因为选秀，我认识了今天在场内我的很多的老朋友。十年过后，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样一部电影的首映会上这样的见面。说实话，我之前跟我的朋友聊到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的很多朋友都说，不就是讲2013年快男的故事吗？那喜欢他们的人自然会去看，不喜欢他们的人自然没有兴趣。我原本也会以为这是这样的一部电影，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完。